总部中华民族的家园及未来，是全球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责任。而两岸统一，则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步骤。以台湾视角而言，参与民族复兴是责任，也是义务。而复兴所带来的民族尊严、荣光及机遇，更是实实在在的美好。两岸同根同源，共同推进民族复兴乃天经地义。